沙漠的剧情比较长啊、哦，剧情比较长啊，那就慢慢走啊，反正我的时间很多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每日一拜，数之不凡哦，感谢你的数之不凡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嘿，攻击！攻击！哇，哎，这档好像有点太猛了哦。哎，这档很猛哎、欸。我当初怎么把狼打掉的、啊？是人数优势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当初怎么把狼打掉的、啊？完了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哈不应该待在这里。来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哈狼什么的也没在怕的啊，是不是？完美的回避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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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蛋啦、啊！啊，我觉得哈这个时候哈我们就不要哈在那边硬拖啊，真的不要硬拖，我们传送过去就对了啊，要不然要死翘翘了。你有没有看到那只蛇蛇在那边虎视眈眈？这只我没有遇过哎、欸。来，蜘蛛 go！ 不对，它是灰的鸟鸟，我当然是拿海鸥啊，海鸥 go！ 我的天，哎，等一下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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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钱啊！我的是我的钱吗？记住了磨压，那你可嘞？喜欢潜伏在高处，为了夺取卢比而袭击路边的人啊！哎，哎呀，一个不小心在沙漠中可以遇到了，这个是什么宝藏？等一下，这是个陷阱啊！没关系啊。居然有陷阱，怕什么？哎呦，被砸了！可恶！你想想以前我的格鲁德沙漠都怎么走的？哎，当然就是从头用，哎呦，这东西，从头用双脚走到底啦，是不是？啊，绝对不会告诉你今天死了十次才拿到的莱尼尔吗？我莱尼尔，我可是没有死很多次的呢。我的莱尼尔，我轻轻松松哎，没有啦，我第二次我就赢了啊，我超强。怎么感觉成为了宝可梦？哼，这就是宝可梦，攻击！啊，猪没有用嘛，超强好吗？你不要小看猪啊，我猪可是打倒莱尼尔的啊，超强！哈，我这个人呢、啊，我也是很厉害的啊。得到什么？哎，太好了，我得到了十个冰仙人掌，死不了戏，效果极佳，我觉得很棒哎，超好用。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认真在那边打啊，我在拿宝箱，宝箱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哎 ，open， 钱，赚了20块。那尼可嘞，你好啊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不是格鲁德族的人吧？哎呀，只有得到格鲁德族的族长才能通过这里。好了，赶快离开吧。啊，也就是说我还要去找格鲁德族的族长。哎呀，突然之间这样问很奇怪啊，但是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啊，旅行者。格鲁德沙漠哦，有一种植物就像是一坨滚来滚去的这个枯草啊，等一下就会消失啊，轻轻一碰就会散掉了。我好想要静静的观察这个植物啊。啊，旅行者，请帮帮我把那个枯草给我带过来，我会给你谢礼的。What the？ 这种东西你还要找？嘿，有啦。话说这个东西碰到会散掉。都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这样子，嘿，有了，这样子就不会坏掉啦。有，吃饱了心，完了，啊，坏了。话说，如果这个东西放在这里，嘿，太好啦！想静静的观察嘛，可以，来，一定要这样子，看到了没？哎呀，你帮我带来了，真是感激不尽啊。哦，这个是细微的枯草缠在一起的，难怪碰一下就会散掉呢。啊，梦想成真了，我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旅行者，谢谢你，这是谢礼，给50块。哎呀，给我这东西好吗？啊、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吗？可以的啦，方法是人想的呢。这个东西必须要记住，来记住。哎，我记住了格鲁德虎。话说，我好像听说这里面可以跳进。好可爱哦！我之前是听说可以跳进去的，好可爱哦！那是我看错了吗？啊，不，没有看错啊！每天都要持续的训练。你要说什么呢？哎呀，辛苦了，我们是格鲁德的士兵啊！哎，我对自己的身手是非常有自信的。哎，欣赏一下吧。嘿哈！哎，你看起来好像说，哼，也没有多厉害呢。哎呀，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来一场鬼抓人，较量一下呢。哎，只要你抓到我，我就送你好东西。哎，来玩啊！当然啊。哦。来来来来，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厉害，鬼抓人是不？等我开始跑了，你只要能碰到我就算你赢啊！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要把路给封起来是吗？这样子，一二，
哎，抓到了！哎，什么？好快！我竟然会被追上！哎呀，看来你也是位高手呢！哎，你让我提起了干劲！哎，这是答应好要给你的东西。有了，是我看错了吗？你要看错什么？哎呀，突然间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！但你相信有龙卷风幽灵吗？在沙尘暴的时候被一阵龙卷风给追着跑呢。虽然说沙尘暴中看不是很清楚啊，但是那个龙卷风里面确实是有一张脸的啊。那一定是幽灵啊！但是我也没做过什么得罪的事情啊，那真的是幽灵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只要我再看一次，我就可以搞清楚了。我相信那绝对是幽灵啊！幽灵什么的，我好像有遇过，这个就是幽灵吧。我笑一跳，这不是我看到的幽灵啊！不行啊，我看到了很重要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是格鲁德凉鞋，若是要在沙漠行走，一定要400块。没钱啊！这东西怎么觉得怎么样都是一定要买，没钱啊！我没有钱啊，我好亏哦，好穷哦。你是谁呀？这边可以对话。哎呀，来了，可爱的小姐，欢迎欢迎啊！不光是可爱，可没有办法在这座城镇生存下去啊！建议你可以多锻炼自己的本领啊！你到底是为什么要锻炼啊？啊，不如这样子好了啊！我来帮你锻炼，你在那个床上，嘿，哎，他完全无动于衷啊！居然能够无动于衷，看来他是真正的强者哦！每一个士兵，每一个人看到我那边丢东西，他说：“这声音啊！”来，接下来蜘蛛靠你啦！蜘蛛 go！有人，蜘蛛，你进去你 OK 啊，但是你至少让我进去，蜘蛛，谢谢啊，你很不受控哎，白痴啊，你上去我还没上去啊，这里，好了，可以了吧 ，Go， 有，哎呀，哦，选定好位置就可以了，气死我，啊！哎呀，天哪！嘿，嘿，嘿，它会砸下来，我是不太意外啦。哦，啊！我懂啊！这怪物是可以打死的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是，所以这是怪物啊！蜘蛛鸟废哦，蜘蛛，你要不要加油？这里，哎，蜘蛛你在那边装死啊！蜘蛛装死啊！攻击啊！啊，有了！太好了，记住了，剁眼怪，听起来很猛哎，这是不是电梯啊？走开！这上不去啊，白痴啊！啊！不是，哎，不是啊，哎，是啊，他可以搞这一套啊，我被压扁哎，好棒啊，这个游戏真的很棒哎，啊，我知道，这个太聪明了啦，哦，怎么这么聪明？哎，傻的表示，我到底要扁几次？我刚刚甩那么多血，就是为了哈，让我可以吃到心之容器，绝对是这样子哈。格鲁德杀掉我的裂缝，好像完全没有消失的迹象呢。哎呀，这样子真的很伤脑筋了。哎呀，你有什么事情呀？外行人是无法通行的。哎，好了，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哇，我们被赶走了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真的要走主线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再穿越沙漠，再过去这里。为什么我刚刚不先过去？啦，算了，我总算稍微往主线剧情开始推进了。天哪，玩游戏玩了这么久，是不是我都玩到了第5次直播了？我们现在才终于要进入主线第二条路。哦，路上随即就遇到了一个印章台，哎，盖满了，完了，印章侠要来了。我的路都快走完了，印章侠你怎么来的这么慢？我已经快踏遍整个海拉鲁了呢。你好，我是纪念章侠，海拉鲁的纪念章大师就是我。你又盖满了一张卡片了，那我们就按照约定给你奖品吧。
感谢你给我了个五个奇怪石头啊！看来你已经相当的熟记了这个纪念章巡礼了吧？那么这个维持这个步调，继续磨练自己的纪念章技巧吧。如川流一般，如花落一般，如坠入爱河一般，轻轻的盖下去那个纪念章啊！若你要问我理由，那就是因为纪念章非常的有趣，纪念章万岁！好了，那么大家跟我一起喊，大家一起来，纪念章巡礼！好了，下一个纪念章啊，正在等着你，剩下的盖台会在哪里呢？哦。